Round one, ready, go!、Yeah!好了，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是拳皇十五九月月赛的精彩对决，来对胜者组啊，一拼小孩，二拼大表哥。本场比赛来看到的是小孩首发，其他这对战大表哥首发，阿珍、珍妮特。他们两个是在谁输了谁去败者组，比赛是前二的，比赛是在前二，谁赢了谁晋级下一轮，谁输了谁去败者组。小孩的齐亚特现在打得非常的奔放啊！现在这就来对小孩的齐亚特对战大表的弗拉。今天晚上小孩是面临大表哥这个强敌，也是不敢掉以轻心的。不过大表哥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打不过小孩的。他现在处于绝对优势啊，满血，两管满血。大表哥这边不到三百血，砍一个能砍币，直接打去反连带走。大叔，你怎么给我赢啊？怎么给我打？还是不行。表哥眼都红了。我不要去败者谷呀！你胜者谷是两条命啊！我靠，这个反腰腿太快了！小孩这边是马上三气，赢了，小孩。一枪！亚瑟现在被打到了不到两百血了，加油！大白哥跳地下低头带 BC 连取消顶点。一气带了一个顶点冲杀，把小孩冻成大冰块啊！哎呦，切漂亮！这个一气换位刚好是让小孩自动落入的板边，再力滴滴偷袭，小孩这里被再次打掉了三百血，要晕了，小孩头像闪红光了，有点晕了，生命半直接冲杀打，小蜜蜂被对方从后面打了。这波小孩这灯我给你选啊，小孩绝对是赢了，没有了珍妮特加持，大表哥真的是说胜的机会不是很大。哎，这过去给人家抓嘛，没关注朋友点点关注啊。来看这场比赛，小孩对着大表哥，现在大表哥的手底大将科隆又被打掉了接近半血了，来空气障神啊，来继续来库拉升龙打康，大表哥的血量越来越少，不到四百血。哎，难道说要打到科隆了？库拉还有一些血，还有机会，也就是说好大反攻一次，要压制吗？想骗对方出升龙，对方没出，哎，这次出了，小阿斯血翻盘，拿下大表哥，给他点个赞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